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有健康的心心灵，健康的灵命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，操练身躯，益处骨少，唯独虔诚，凡事拢有益处，因有今生甲来生的应允。有一位国王患病了，规日倒伫门床顶，什么事拢无想要做，也无要管理国家大事。安尼，正大神着急地请了医生。医生看了以后讲：“尊敬的国王，你缺少运动，所以家己无舒服，只要做做运动。”你的身躯就会好了。然后医生写了一张运动计的表给国王，国王按照表上的项目一一地实行了，但健康情况未见有好转。原来国王总是坐在轿内，身躯完全无真正的运动，反而是将打球的招呼拢掀到破病了。后来国王将球留伫咧王宫内，甲大家同齐爬山、骑马、受水、散步。无久，国王的身躯真的好了，每一日拢会通精力充沛处理国家大事。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天灾人祸不断、甲疫情上存的时期，人的灵命是不是散漫消沉，会台放下破病呢？起来运动吧，唔通搁再爱困。咱三甲来祈祷，爱阮的天父上帝，你是阮生命的大医生。你会通医治阮肉体的病痛，阮更加需要你医治阮灵命的病。求主扶持阮，激励阮，常常甲主相通，无停止敬拜甲服侍主，赐予阮健康的身心灵，有力行走天路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